病人爱讲这句话，医生火大又无奈。哎，这几天有没有好一点啊？然后我老公都不好啊，不好了啊！我真的心里头第一个是不好，你那得来看我。外科比较干脆利落，内科的疾病都是控制，你要慢的。好伤心啊！每个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真是有影无》。以上节目由科字双肽胶原蛋白粉冠名赞助。